这个是什么？哪一个？你在做这个啊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幼儿园。幼儿园哦 ，OK， 好，就是我以前的幼儿园啊。哦，以前幼儿园，所以有很多的什么桌子、椅子、上课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一个大白板，大白板。哦、这个是大白板哦 ，OK， 好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？这个是昨天做的立体的房子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是我要做给雪宝的，但是里面的一些家具还没做。木板，一堆木板，好丰富哦，丢在旁边。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结论。那我这一次买这个微缩模型给我女儿，一开始我其实是蛮反对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用到剪刀，需要用到小刀，而且它其实不是很容易。我本来是倾向于这个年纪就玩乐高，我觉得比较恰当。可是我后来觉得还是要让她挑战一下，因为影片一开始她用这个纸板做很多的房子啊、桌子，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她应该是对这个有兴趣。我想让她挑战看看微缩模型，就算她做出来跟原本应该做出来的样子会不太一样也没有关系。其实最先放弃的应该是我就是这个模型我大概做大概前面30分钟吧，我就已经真的觉得哦，我真的不想再搞下去了，我实在是觉得太复杂。因为你知道像我们这种不一的手这种胖胖的手，我们本身就不是那种手很巧的人，然后呢要做这种模型，然后还要捻，他要自己切自己割，然后甚至你必须要拿他的布然后去描他的边，然后再把布剪下，哇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复杂。反而是我女儿，我觉得哇，她真的是表现出一个很enjoy其中的感觉，就而且她完全没有想要放弃，她就是希望把它做出来，除非是今天她的零件已经被她剪坏了，或者是怎样，发现真的确实是无法做到才会放弃。不然其实他是每一样东西他都很希望可以把它做出来，包括那种很难粘的啊，哇，他也是可以把整只手搞的都是胶，然后呢就在那边用夹子这样子一直捏。我们两个一起做这个模型，其实我相信他有得到乐趣，那我自己也有我的学习，就是发现啊，其实爸爸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。我发现他真的很享受做这种东西，算是还不错的经验了。下一次他的生日礼物，他可能就会想说，他想要另外一个微缩模型，而不想要再组乐高。我觉得有可能会这样，好吧？反正就到时候再看了。如果你的小孩也对这个有兴趣，跟他一起，然后呢，做做看，我觉得会很好玩的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